这个是麻酱面皮，29.9块拍一发，16包的，现在做活动才是16包哈。用开水泡5分钟，加点黄瓜、胡萝卜一起拌。我建议是泡完过后，然后过水投凉，又筋道又好吃。我这个是2包的量哈，你们饭量少了1包绝对足够了。这段时间隔壁一直在装修，好吵。